那个落日大道，什么？落日大道？不对，不对，日落大道。余光看到了吧？曾哥，刚才你怎么这么？哎呦，你怎么这么？哎呦，哎呦呦呦！哇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，没事。哦，没事，没事。哇、Merry Christmas. Yes, Happy Birthday. 因为它是那个，它是一个翻转的，那边是台那个台球桌。哦，不能坐着玩。放下吧。哦哦，你先上，你先上。哦，孤勇者。哎呦 ，I don't know。哎呦，啊，这什么歌？孤勇者。孤勇者。哇，哦，厉害。这首歌我去问我那个侄女，然后我只要跟着，她真的会唱。对，小学生都会唱。我们来通过转瓶子决定一下先发球的顺序。来来来，队长，队长队先发。Round ball, ready go。喂，挺不准的，挺不准的。走你，走你，走你，走你。挺不准的。啊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原来我有三个对手啊！一比零。有一个 Q 卡的点，其实你们还不知道。嗯。Q 卡不是学了那个醉拳了吗？还有巴西战舞。对，他还会那个巴西战舞。哦。我觉得你很帅。但我还挺期待 Q 卡跳巴西战舞的。哗甩起来，巴西战舞有点猛。那我知道那个舞，它属于是一种表演，好像。Do you know how to say 巴西战舞？巴西？不不不不，这个不不不不。对对对。Capoeira, Brazilian, Brazilian dance. Yes. I was not. Bunzao Gangmu, Bunzao Gangmu, 站在上面，站在上面。Bunzao Gangmu, Bunzao Gangmu. 好，队长队再拿一分，刘雨欣再拿一分，哦，再拿一分。哇，今天要有这么多运动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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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嗯？你这没有计分器啊？
投篮技术不行。好难啊，这个。对，他们能玩的特别花。哦哦，啊，可以，这是最难的，好像。对，完了。然后，溜溜球玩的不错啊。哇哦，孙震导演啊，你的喝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让你给带进来了。Oh, cool. Hello， 不知道我们怎么做呢？随意做吗？你是？我是西瓜。辣锅吗？哦，辣锅辣锅辣锅。那我得把锅换一下。这个很好吃，那个贡菜很好吃。哪个肉啊？这个就是、啊、这个很好吃，你可以试一试，真的很好吃，它很脆。我放进去了一些。我放了。它叫什么？它叫贡菜。贡菜。贡菜很好吃。我是肉食动物。你只爱吃肉是不是？超级爱吃肉。开始啊。我这么发在这发球了啊，可以。哎，庚哥，庚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太损了，拿我当幌子。哇！开始啊！哎呀，我等半天我没有动，哎呀，我等半天我没有动，该我动了。哎呀，你就等着看吧。边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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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， yes， 算你，算你，算你。可以，这个还是挺好玩的。哎呦，速度有那么快吗？速度有那么快吗？要眼疾手快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已经。这个也是吃的吗？这个黑色的？这个是吃的，对。也放到火锅里吗？对对对，是都要涮的。我们现在是开吃吗？还是要等一下？吃，我们都。